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《霓虹深渊无限》。《霓虹深渊无限》是基于 Steam 上作品《霓虹深渊》移植改编的最新手机游戏，主打赛博朋克题材，并采用横向动作设计的探索共同玩法。玩家将可以扮演多名的特工英雄，踏入未知的深渊领域，战胜每一次的探索之旅。游戏就是横向的射击玩法。场景采用了深色系的背景，有着浓浓的赛博朋克风格。而在战斗过程中，除了一般的射击之外，也可以使用技能与道具。而游戏中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道具叠加的概念，玩家可以透过击败敌人开取宝箱，又可以收集道具或者是宠物，借此来强化战斗效果。而这些强化的技能是可以无限上升、无限叠加，最终成为全屏弹幕。而宠物弹的部分都有机会孵化成功。当成功之后，就会有特殊的加成。而游戏中有多样的角色人物，每位角色都会有不同的攻击方式。而游戏也支援了多人共同的协力要素，最多可以支援四名队友一起参加游戏，透过合作与配合战胜困难的关卡。也支援多种的游戏模式，包含了竞速、生存战，还有挑战大型的 BOSS 战等等，让玩家可以尽情挑战自己的极限，享受疯狂而刺激的游戏体验。目前游戏是预先注册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霓虹深渊无限》。那它确定将在近期要展开，应该是预先注册，在台湾会正式上市。我们现在试玩看看，移动一下。它算是很像这种赛博朋克风，因为这名字比较难念，赛博朋克风格类型的游戏啊。下下下，这个什么技能，看用掉了。然后这种，哦，加速冲刺，哦，遇到敌人的时候会自动射击，还好有自动射击，不然刚刚觉得都要自己瞄的话，会有点小辛苦。这样应该可以下去吧？把它打爆，没有东西，好。那游戏的话，我现在我们玩陆版啦，因为陆版的话，那个是非常好评的。我先看一下这是哦，这是一般的，然后换一下武器。哦，感觉攻击蛮强啊。啊，其实是要这样子啊。好，应该一些简单操作都差不多了。因为上面好像有一个神秘的道路。OK， 过得去吧。给我一个简单的硬币而已，弱爆。走。哦，这应该是武器吧？咦，刚子都没有了。哦，随机啊，随机，随机，随机。装备加强是不是？我怎么觉得我跳跃好像变高了？我有一个，为何不务正业？什么意思？上面有道路吗？没有。这边呢？没有。好，撤。这有什么东西？宠物蛋。虽然它是一个教学啊，这道具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欸，怎么荡掉？刚刚有突然荡掉的 feel， 又来了。这是什么？爆米花！所有的子弹都会产生爆炸效果。哦，爆炸效果真的有。干什么东西孵化失败啊？
免疫自身造成的爆炸状态。好多钱，还有一些特殊装备，干还没有那么当的吧？有点太扯了。越多金币，越多武器。哦，增加防御，应该是一个小关卡，要打 BOSS。得到了熊仔，会唱歌那个熊仔 ，Yeah。也得太多道具了。嗯？换到第二关哦。他们有到什么基地之类的吗？应该会有吧。天眼。不必取的道具也可以看这个道具的作用，也太多奇怪道具了吧。再看再拿什么争议，爆破装置5000。开不了。哦，我武器变超强哎！欸，多到我画面刚刚也会宕机，太扯！爆炸效果改成实质。啊，没看过另外一个。太强了啦。这效果也太强了。你这是什么？啊，土而已。等一下。啊，算了，我这紫色感觉比较强。呵呵呵呵呵。怎么开不了啊？开不了，气死我！开不了啊！竟然要钥匙吗？还是怎么样？增加护盾，不太知道什么，我们看一下这大金币啊。
太强了吧！哦，这个要钥匙啊，所以我没有钥匙打不了。好走。我会得到超多宠物。哦，得到一个小丑，下面还有一个蛋。OK， 我们现在开了那个 X 效果。哇，我变超小了，怎么回事？比较不会被攻击到吧？我领了太多宠物了，血量满了。嗯，没错。哦，再打第二个。就完成了一个新手教学吧。这是我们得到，下面是我们得到的能力值。哦，我们终于过完了这个前面的一个教学，开启了地图跟角色。我想到另外一个人，好多人都不知道怎么解锁。我们先用这个安娜，我们改安娜出战。这边也太酷了吧！这边是深渊在召唤我。这边，购物中心应该是副本了。好，第二关。
我们现在换了一个角色。他射得到吗？算了啊，走下面啊。我有一把枪，所以好换一下这个。好像反弹的 feel 欸，对啊，好像反弹 feel。怎么会这样子顿顿的、啊？就我觉得不可能是效能或者是画面哦、啊，不能接受啊！哎、欸，效果！我刚刚飞太高了吧？好，我没有钥匙啊。哎、欸，可以是不是可以回去啊？可以耶，可以回头走。啊，回不了那个。这一关应该要有那个炸弹才可以用。解锁一个，
觉得钱不够啊。扑克之神。啊。